push pause, no, I push play. I won't stop till I make a change. I withdraw on the things I make. I turn flaws into flawless traits. I build tall, never cap in space. I won't stop till I hear him say,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arlie Ye， Peac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呢是投篮教室的单元。由于上一支三步上篮的教学影片回响还不错，所以想说来拍一支从零开始学投篮的影片跟大家分享。投篮呢是篮球运动中可以独自练习，也最容易得到乐趣的活动。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，每个人都可以轻松体验到投篮得分的满足感。听到篮球空心入网进球声音的瞬间，任谁都能够感受到属于篮球的魅力吧。那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我会从零开始，循序渐进，分享有关投篮的基础给大家。如果你是篮球的初学者，或是想要调整投篮动作的朋友，希望这支影片会对你有所帮助哦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， Let's go。 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强调一下手腕的重要性。投篮需要注意的有三个重点：投篮方向、出手角度、运用力道。而这三个重点都跟手腕的运用有关。不管是正常的投篮出手距离，或是非一般的远距离出手，手腕永远都是朝向篮筐的。因此简单说，掌握好手腕运用的方式，投篮就成功一半咯。了解投篮的重点后，我们先从零开始掌握基础吧。首先，我们先讲解持球正确的方式。手指张开持球，手掌与球之间是有缝隙的。单手持球，感受球的重心，然后试着运用手腕投球。接着利用篮板，感觉球的重心，单手训练投篮动作。练习单手投篮，目的是加强手腕的肌肉强度、柔软度与稳定性。掌握好手腕之后，我们可以尝试近距离投篮。此练习可帮助我们熟悉篮筐高度以及进球所需的角度与力道。我们也可以透过篮板侧面来进行单手投篮稳定度的进阶练习。稳定度提升后，也可以直接进行近距离投篮。单手投篮稳定度提升后，接下来我们加入辅助手支撑。以右撇子为例，右手手指可置于篮球缝线上，左手则单纯支撑。那我们循序渐进，先从篮下开始练习起吧。利用篮板上的红色框框进行投篮擦板练习。一方面擦板球进球几率较高，再来则是有助于提升肌肉记忆。让我们再仔细讲解一次。右手持球，左手辅助，将球举至额头上方投篮。投篮动作的最后，出手手指下压，手腕柔软带力道的扣球，
手指下压则是让球在空中后旋，增加稳定度。投篮手部重点，手腕朝向篮筐扣球，手指顺势跟随下压。可以利用篮板侧面检视投篮的准度以及出手的轨迹。投篮上半身练习重点，再来说明投篮时的重点。以右撇子为例，投篮时右脚尖、右膝盖、右手手肘都会比身体左侧要来的朝向篮筐，这是因为身体的投篮侧呈一直线时，能更稳定的完成投篮动作。慢动作再看一次，我的右手与右脚在投篮瞬间呈现一直线。这样了解了吗？投篮下半身练习重点。投篮动作中有大部分的力量传导来自于腿部，而膝盖微蹲反弹的力道则是力量从下半身传递到上半身的媒介。进行投篮时，膝盖弯曲，由腿部发力，将力量传导至上半身。想象身体是一个弹簧，下半身力量传导至手腕，瞬间将球投出。投篮出手三步骤。投篮时需要注意的重点解说完啦，接着要正式进入投篮出手练习咯。我们将投篮分解成三个步骤。 A. 持球上举，膝盖微蹲。 B. 发力跳起，腿部伸展。 C. 出手投篮，手部伸展。我们用慢动作拆解检视看看。这是 A 步骤，持球上举，瞄准篮筐，同时膝盖微蹲。B 步骤，腿部发力，向上跳跃，将力量传导至手部。C 步骤，出手投篮，手部伸展，出手手指下压，让球飞行后旋。之所以将投篮拆解成 ABC 步骤的原因，是由于每个人的 ABC 都是不同的节奏。有些人会完全动作完 AB 后才会进行 C 步骤出手，那就是所谓的跳投，也称作 two motion。 而以我为例，则是在腿部发力的同时进行投篮出手的动作。简单说，就是 B 步骤进行的过程中也同时进行 C 步骤，也称作 one motion。篮球是讲求节奏的运动，在练习的过程中找出最适合自己的 ABC 步骤吧。好啦，投篮所需要注意的基础技巧都教给大家啦。至于投篮要注意的瞄准方向跟出手角度，就留给大家在进步的过程中自行领略咯。自主训练精进方法。自己一个人练习时，建议可以由靠近篮筐的位置开始，循序渐进练习投篮出手的动作。想要精进投篮技巧，最忌讳的就是想要一步登天。
在投篮稳定性不足的情况下练习三分球，那是不建议的。由近到远，培养出正确的投篮动作，以及锻炼出手的稳定度，对于篮球技巧的提升才会事半功倍哦。再来，自主练习时，建议可以透过禁区外左右两侧的位置，利用篮板投出擦板球，除了可以提升出手的命中率之外，也因为稳定度增加，获得相对的成就感哦。最后，一个人练习时，可以透过假想敌，想象自己在被防守的情况下，自行制造投篮机会。有研究指出，在脑海中不断重复投篮得分的练习，对于实际比赛有正向帮助的实质效果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进入尾声了。希望大家的投篮动作都越来越好看，命中率也越来越高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